受益，简直就是禽兽不如。这个忘恩负义的人，亏大小姐还对你一片真心。云长，云长，星辰，肯定是有什么误会，我回来再跟你说。你别走，星辰。小姐，云长，云长，小姐，云长，小姐，云长，小姐，云长，云长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昨天喝大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但我肯定什么都没发生。你得谢我，云长。你还真好意思说，都睡一张床了，你还说什么都没有发生？你当谁是傻瓜吗？那我昨天喝大了吗？穆星辰，你现在该做的都做了，你是想不要我了吗？不闹了，行吗？停。你既然这么绝情的话，那我就死给你看。当成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你到底给他下了什么药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是我给他下的药？昨天我只记得星辰屋里有半碗蜂蜜水，我没舍得浪费，就喝了下去。喝完之后我就迷迷糊糊的，什么也不记得了。肯定是那水的问题，不可能。收益不是这种人，到底是怎么样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还有，我给宋子清做了尸检，他的咽喉部位有毒药，显然是被人害死的。那天只有你和他在一起，你怀疑是我毒死的宋子清。你可别忘了，打山传月中毒之后，宋子清给他吸过毒。现在是因为星辰的事情，你怀疑到我头上了。云长，我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，你怎么能把那么龌龊的事情想在我身上呢？刚好你竟漂泊在这场骤雨，我也置身于叔叔屋里，不如一起等风停。你走吧，之后我也不想再见到你了。云长，如果我真的想跟楚天瑶发生关系，就不会在我的房间里，更不会让你看到。你没想过这事情背后真正的隐情吗？我也觉得有点奇怪。那你愿意原谅我吗？我不想说这件事，心烦。今天是伯母的生日啊。他在我五岁的时候就离开我了，这是他以前工作的地方。小时候我经常来，现在这什么都没有了。你的手紧紧抓牢，
阿佑，你怎么样了？你这是喝了多少呀？我没喝多少。远之，你再留下来陪我喝几杯呗。你已经喝醉了，阿佑，不要再喝了。我没喝醉。你不敢呀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来啊。文轩啊，喂，云长。那个乔振坤正带着汉斯去迷雾森林，他们的目标可能是神木族，他们的手里有省里面的批文，我阻止不了。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，你们一定要小心啊。什么？糟了，我知道了啊。云长，你来的正好，刚刚文轩说你爹带着德国专家团去迷雾森林考察去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你爹去那儿肯定是为了圣火，不可能。快快快，想不想吃饭了？把桌子放在这里吧。好好。是你呀，我一直在找你。这是你的孩子。我的孩子都这么大了，我当爹了是吗？别高兴得太早，等这个孩子长大了就是你的死期。哎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厅长，你看谁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表哥，
爹，我知道你们来的目的，能不能不要这么做？我的事还轮不着你干涉。既然来了，不许乱跑。爹，这两位是？他们是我在云海市认识的。我是星辰的未婚妻。一派胡言，星辰他不会违反族规的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。是，是。不能抓我，我怀了星辰的孩子。这怎么回事？成何体统啊？你过来。她确实怀孕了。真的怀孕了？不可能。从您第一次来到医馆，我就十分喜欢您。阿瑶从小无父无母，常常在想，身边要是有您这样的长辈，时常教导我就好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孤身一人。如果你愿意，就当我的徒弟吧。太好了，从今天起，您就是阿瑶的再生父母，师父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阿瑶给您磕头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现在星辰的父亲已经接受我了，我也认了空禅为师，这里以后就是我的家了。我希望你还是少来的好。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，你我心知肚明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星辰那晚喝醉了，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心里最清楚了。云长，我知道你心里嫉妒，但你也不能总拿这个来说事儿啊。我可把你当做我最好的朋友。楚天瑶，你害了这么多人，你认为我不知道吗？凡事都要讲个证据，不能乱说话。你相不相信那是你的事情，现在我唯一该做的就是保护好星辰的亲骨肉。叶兄，上官兄，我女儿不见很多天了，乔家的人带着警察也全都消失了，还有德国专家穆星辰、楚天瑶全都不见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已经派人到处去找了，但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去哪儿了。我只听说有人看到他们出城了。现在医馆也关门了，警察局也没人管了，从来没有这么奇怪的事情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乔正坤不是身患重病吗？他不会去了神木族，要偷取圣果吧？这家伙贼心不死。不行，我跟你去一趟神木族。那太好了。爹，爹，你坚持住。爹，
谁啊？你谁啊？乔震天，你跟我来。当年我是木南月的未婚妻，未来的族长夫人。这里真美。却为了一个叫小蝶的女人而抛弃了我。离开我，我要我为了忘记这份痛苦，每天喝得跟烂泥一样，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久。这个趁人之危的小人，我下毒报复了他。听那个毒妇胡说，他还跟我说，我身上的孢子病毒是你故意传染给我的，你为了引他出来，居然这么对我。那个毒妇在哪？让他出来！要不是他对我下毒，我也不会像今天这样。报告，厅长，上官清和叶秋实来了。他们来干什么？乔长官，
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保护汉斯教授他们来这里做科研考察，没想到神木族的人滥杀无辜，我们很多弟兄都死在里面。那我女儿呢？你女儿我怎么知道？你怎么不看着她？打起仗来乱糟糟的，谁还注意那么多？那怎么办？我看不对吧？搞科研用得着这么大阵势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想找圣果被自己治病，所以不惜牺牲那么多人。那生病的又不是你们。我实话告诉你们，圣果已经没有了，现在唯一能给我解药的人只有空禅。啊，对，你和他不是有旧情吗？你去帮我拿解药。不可能。来人，快撤！这什么意思？不帮我拿解药，大家一起死了。云长，云长。星辰，云长，叔叔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有事找你们。云长，你爹跟我一起来了。我父亲也来了，他人呢？他中了乔振坤的圈套，被扣起来了。被扣起来？他在哪儿？我去找他。别急，听我说完。我答应乔振坤帮他拿到孢子病毒的解药，他就会把你爹放了。我不会再相信乔振坤的那些瞎话了。我得去找他。等一下，你现在贸然前去，还有可能会害了你爹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商量一下对策。嗯，放心吧，如果乔振坤敢伤害你爹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你爹托我把这封信交给你，你看一下。你不辞而别，为父忧心如焚，到处寻找你的下落。听说你去了神木族，相信木星辰一定会照顾好你。吾心稍安。云长，之前你和木星辰之间的误会，我已经查清楚了。楚天瑶怀的孩子是远志的，你以后要和木星辰好好相处，和和美美的走下去，不要被楚天瑶所蒙骗。孩子，只要你能幸福，我的一生也就圆满了。但愿一切顺利平安。勿念，父子。这不是你的，是我弟弟的。说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你们关系怎么那么复杂呀？上官叔叔，你还说别人呢？当年你把空禅抛弃之后，他就跟乔振坤在一起了，生了个孩子叫乔振天。行了，别说了。怎么可能？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可以确定，乔振天正是我师父
和乔振坤的儿子。你这个就叫始乱终弃，导致他自暴自弃才会这样的。你听信了那个毒妇的谗言，你还知道回来？我知道可以解孢子病毒的办法了。您毕竟是我爹，总不能丢下您不管吧？臭小子，你还想骗我？解药哪那么容易找到？不信您自己看吧。你们真的找到解药了？只要你一辈子都留在这儿，饮用甘露，此生都不会毒发。这个东西真的可以治愈我的病？虽然不能根治，但可以活下来。既然解药已经到手，把叶秋实放了。还有，爹，撤兵吧。启威，你去把叶秋实给放了，但是他带来的那些人暂时不能放。好，别忘了你答应要撤兵的，不能反悔。我先试试这个再说。云长，有你在真好。我目前正感谢上天能让我遇见你。你遇见的女人还少吗？就你艳福最多。可我爱的人只有你啊。不过你总是误会我。你都不知道这段日子我有多难过，每次看到你跟楚天瑶在一起我都特别难受。楚天瑶，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去勾引穆星辰，同时还勾引我儿子？你误会了。误会？我看你这个人生活作风糜烂，还存心不良。我问你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这是我的事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你的事？你的行为损害了云儿和星辰的声誉，你还用这种方法拆散他们？你太卑鄙了。跟我回去，回去跟大家说清楚，还我叶家声誉。来，走。放手。走啊。放开。楚天瑶。怎么，你不想让他死？我没有。天瑶，你记住，这辈子千万不要相信任何男人的话。你现在有身孕，穆星辰和叶云长竟然还在一起，这次不能再姑息了他。待你神功练好以后，哼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
干嘛？我问你，是不是你杀了我爹？宴会长他怎么？你还装？这是杀我爹的凶器。是我送给你的，哼，一个簪子能说明什么？说不定是你爹在外面得罪了谁，天都想收了他。要是再不说实话，我真的会杀了你。好，你杀了我呀！我现在可怀着星辰的孩子。你到现在还要骗我？我爹已经告诉我了，这个孩子是叶远志的。既然你都知道，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好了。这的确是叶远志的孩子。但他也是你们叶家的唯一骨肉。杀了我呀！杀呀！我告诉你。我们叶家是不会要你这种人的。我知道是谁杀了你爹，我可以带你去见他。天瑶，星辰，云长在哪儿？他在哪儿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叶会长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叶会长怎么了？他死了。凶器是一个簪子，云长说是他送给你的。他说什么你就相信吗？星辰，
我可是怀着你的孩子的，你不相信我吗？之前叶会长来信，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远志的。楚天瑶，你嘴里到底还有没有一句真话？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，星辰，我都是为你好。我对你的感情你还不知道吗？就算你把我当作仇人，我也愿意为你去死。你说够了吗？云长现在失踪了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他在哪儿？云长，云长，你满脑子都是云长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愿意退出。我今天来到这儿，就是想告诉你，神叔为什么久病不愈，是因为七彩胡蜂。但你一定不知道，七彩胡蜂就是师父所养。师父利用他们，大量的吸取神树的灵力，这就是神树枯萎的原因。不可能，我师父绝不会做出对不起神木族的事。爱信不信？你把我们带到这儿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今天我就让你们看一出好戏。你还想有什么花招折磨我们？不用着急，你一会儿就不用痛苦了。神树会被你气死的。神树是我的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们管不着。空禅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自从你当年离开我的那一刻，我就下定决心，让你服服帖帖的永远待在我身边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，你就不用再当那个小小的市长了。奇怪，卫兵呢？小心！控制了。
谁支持你来的？爹，我呀，乔振天啊，怎么了？我是你儿子，爹。先别了，星辰，以后是木族就交给你了。爹，爹，爹，爹！答应你，雷亚，云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答应木星辰帮忙治疗身术，现在正在取药。木星辰是谁？跟木星辰吵架了。说什么吵架？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。你真的不记得木星辰了吗？我以前认识他吗？他是你男朋友。云长，我呢？你去哪了？你谁呀你？你怎么了？云长说他不记得你了。是你男朋友，木星辰。啊，我，木星辰，是我一级的吗？啊！木辰，这你到底在干什么？跟上。兽医？对，你好好想一想。云长，他怎么跑出来了？云长，你去哪儿了呀？震天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记得乔震天，不记得我。云畅，你再想想，我当时住在夜市医馆，兽医，我们就是在这儿相遇的。再想想，啊，云畅，云畅怎么了？云畅，徒弟不争气，儿子又不分是非，现在看来，只有我才配当神木族族长。我要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统领神木族的！说的是对的，
空禅正在吸食神树的灵力，这不可能。先别管那么多了，我们带云长检查一下吧。嗯，走，云长走。慢点。空禅，你这样会毁了神木族的。什么是毁了神木族啊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与神树合为一体，我就是神树，神树就是我，我会好好的保护神木族的人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。星辰，咱们走吧，空禅已经疯了，这地方不宜久留。不行，我要把他治好才能走。我能治好他的病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我，跟我走。好，只要你能把他治好，我就跟你走。这种无情毒目前还没有解药，只能用针灸的办法暂时让他恢复一些记忆。你快啊，把他扶起来。来，你爹不是我杀的，是空禅干的，你要报仇找他去吧。星辰，咱们走吧。你把解药给他，我就跟你走。星辰，楚天瑶，我受不了你了，你走不走？滚！云长，即使你不记得我了，我也不会离开你。
南月，你在看什么呢？这个钉子是不是你的？没错，这叫噬魂钉，只要用它钉死了人，即使吃了圣果也没有用。原来小蝶是你害死的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？你竟然为了那个贱人背叛了我，活该！杀了你！哼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当年派人追杀你和小蝶的那个人也是我。难道当年在树林里是你向小蝶下毒的？没错，只有你才会愚蠢地认为那是木北川干的。这么多年你把我骗惨了，我要让背叛我的人知道，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死，一个就是永远做我的奴隶。那你干脆就杀了我吧。想得美，我要你生生世世留在我的身边，永远做我的奴隶。住手！木星辰，哼，你总算是来了。空禅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
他。
场走啊！我再想办法对付他，你别想着你哭红的眼，松开啊云长，我再想办法对付他，你先回来，你快松开，管你一生怎样，我再想办法对付他，清风水长，我先沉嫣然笑，照顾好你自己。余生，不要余生，不要。还记得曾经的梦吗？是分手。余生。身旁，谁为最爱的守你到天长？若来生情难成双，对岸等月光，伴你一世可算长。
Yeah.